小女孩为火装拽结，幼幼们，今天这个是个新局，希望这新局讨幼幼们喜欢。现在开始唠。从前有一个小女孩，她叫果果，今年11岁五年级。今天她的同桌问她：“果果，你有没有 KS 呀？这几天我玩 KS 火了，我可是涨了10000粉丝呢。如果你有的话，咱俩就来 PK 呗。你赢了，我就给你520。”天，我当然有 KS， 我还有10万粉丝。好，我等着你。其实果果并没有10万粉丝，他只是一个十粉的渣渣，他的号也没有被盗。这时果果心想，这可怎么办呀，我才10个粉丝，一个星期怎么会有10万粉丝呢？回家我要赶紧拿手机想想怎么涨粉。现在果果放学了，他立马拿手机。这时他在热门刷到了一个视频，24.6万，在14.2万的评论，104.5万的播放量。果果心想，哇，这人的播放量、点赞和评论都好多啊！要不我也拍个这个，说不定就能涨好多粉，也有这么多赞和播放量评论了呢。天空飘来4个字：那都是未完待续，看我多冲你们1分钟多，好了，那都让我们下期再见。